面对表白，红尘竟然。红尘，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吗？你过来。你在做什么？你说。你做梦。飞美国的机票？什么机票？是你朋友捉弄你的吧？毫无察觉。这机票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收拾一下，过两天出国。谁答应你出国了？你追红尘那么久，有结果了吗？清醒点儿，没人稀罕你的自作多情。